悬疑问答。有一个佛友说，有一次我在悉尼的时候，一件义工服穿过了忘记了洗，过了一段时间直接穿，结果去听师傅弟子课，隔着两米的距离就闻到了，这师傅隔着两米的距离就闻到了衣服上的味道，师傅真厉害，还有天鼻通，师傅有这个天鼻通吗？他说师傅都能闻到这个味儿。有的呀，有的呀，很远的，我通过气味、哦、通过气味能知道谁呀、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